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好久没有吃鱼了。今天我们这里赶集啊，我就买了一条大白鲢回来，等一下还有朋友来吃啊。我奶奶也特别喜欢吃鱼，所以我就只买鱼了。好了，这个已经破好了，我把它洗一下。这个鱼还挺大的呀，5斤多。这个我们现在抹一点盐，不要太多了，腌制5分钟就可以了，倒一点点米酒。姜蒜下锅，鱼下锅，放剁椒，焖上2分钟，慢弄一下。这里放水，把盖子盖上。6000多。对，我今日真多。出锅了啊，灌满瓶了。哎，来来，多滋味没得打。我瞧你不嫌弃啊！你看，来，我再把手。你看，来，好。辛苦了，苦的了。你辛苦的。你辛苦的。我就辛苦，没煮。对吧？准备上一锅吧。来，炒。炒来。那我们说炒的哪个来了？我再来。你再煮点白米，你可炒白米，这是没，这是不炒。这是不应该炒的，加点油。这几天都没，这几天都没来干。谁？过两天准备的，准备下档打个灯笼，晓得跟俺那第一批入账的。你看嘞。那老狗今天就钓了鱼干，你没老狗，你老是那个家伙在吃就不硬是吧？明哥今天过来，来这儿。钓啥？买去吧。嗯。没烤肉，钱不得。那三十斤地方都是要的吃的那个。因为我是可以来摆动。